出去练武功，然后到了海边之后呢，就是在海边呢，和这位篓子在做东西，做板凳啊，什么呀，这样子的场景。谢谢狐狸，谢谢饼饼，谢谢饼饼的8个视频。不会，他做工很好，做工很好。就我喜欢这个声音。
整个虎牙到处都是，随便出去找一家都在掏耳朵。这里就是专门播新奇特声音的，你想听掏耳朵，外面都是的。这个不是我最大的海螺，我买一个比这还要大的海螺。这个海螺是法器，辟邪的，放在耳朵上是辟邪的。听到声音了吗？